今天来一个5斤的大爆头，必须放点辣油。如果有黄有大米，能不能给我个双击？哇，好大！哇，天哪！妈，这大米也太大了吧，宝贝儿，这是我真的这辈子见过最大的。不给我，能不能给大米一个双击？天哪，真的没见过这么大的大米。哇塞，哇，还有两条腿儿。双击，双击。嗯，哇，跟鸡蛋一样。你们还有好多梦。小八爪一排排，谁点双击谁发财，上油。天哪，必须配麻辣的，再来点辣椒面。喜欢吃爆头的宝贝双击，如果有大米能不能给我双击？我看看大米，哇，又是大米。哇，真的，宝贝儿，五个全中，全是大米，能不能赏个双击？最近有点营养不良，必须来点海参补一补，凉。吃海参得加点猛料。你少加点，少加点。还没结束呢。这是芥末，这是所以才叫猛料。我妈，我得吃个海参汉堡了，宝贝儿，能不能给我一个双击？哇塞！料在这儿。天气热了，来个辣雪糕。辣雪糕必须得加辣。不辣怎么才能叫辣雪糕呢？哇，喜欢吃辣的宝宝双击。哎呦我娘，爱吃雪糕的宝宝关注。哎，够了够了，还有了，不用了，够了够了够了，那火鸡面太辣了，够了够了够了，一天天给你喊。扎着嘴了。嗯，太爽了！今天来个40码的大拖鞋，哇，补一补啊！我的妈，如果我给它打开了，能不能给个双击？你主要有点紧。哦，我的妈！哇塞，这个也太肥了吧！得剪刀给它剪一下，这拽的太难弄了。好不容易打开了，宝宝，看到这儿了，能不能赏我个双击？哇，多肥呀！哇，嗯，海螺必须爆辣的才好吃。哇，配上秘制小辣油，每一个环儿。光加个油也不辣呀，就想光吃油就想上热门，想的挺美的。哎，你过分了，太多了吧？沾上辣椒面才是爆辣的。喜欢吃辣的宝宝双击。